啊，全地拢伫黄鸟花唱歌，黄鸟花唱歌，祝谢伊名，一日颁布伊的旧恩。伫台北个中间，讲起伊的阳光；伫万百姓个中间，讲起伊奇妙的所作。伫黄鸟花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好乐；伫正式面个顶面，应该受敬畏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即时参加个吟圣诗。圣诗483首，圣诗483首，拄着试炼在地教里艰苦，地教里是失望，四面看无路，你所得的恩赐，逐项着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主的恩赐，你着算着晓；主的恩典，你兼算袂了。主的恩赐，逐项想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圣诗483首，咱来起来吟完首。
行规见闻第二十二篇。见闻二十二篇，也就是诗篇一百零三篇。见闻二十二篇，咱大家来起用。我的心情啊，你就何乐也花。我的心情啊，你就何乐也花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无，用好面祝你的心愿。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，因为天离开地遐尼远，当离开西有遐远。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子儿？因为伊知咱的土体质。到人，伊的日子亲像草，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。总是要花的阻碍，规定敬畏伊的人，对永远到永远。就是遐的遵守伊的约，要花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。恁遮个有大权能的天使啊，听伊的声，听伊的命令的，拢着学了摇花。恁一切受伊创造的，伫伊所管辖的达项，拢着学了摇花。Oh
今仔日非常的阮感谢你，经过阮组织，伫你的圣殿，而且搁一摆来敬拜你。啊，今仔日集中的锁定的文艺时间，团队纪念主日，啊，阮就真好机会，伫陈牧师的领导下面，带着朱振东、南城四丁青，是阮教会伫遮来献诗。亲像前面所讲，阮献来着俄罗斯，用新的歌，用新的词来俄罗斯，因为你是至大的上帝，你是阮的天父，阮敬仰你，你也听阮，你也怜悯阮。啊，亲像阮的诗歌所吟，愿我现，愿我现啊听你，听你，亲像阮的上帝，是阮的阿爸。我们的爸，我们献出去祈求，啊，这个听，所以永远到我们三合之地。我们在一生的路程里面，我们得到上帝你的引带，你的听，为我们，把我们三合做伙。无论在我们喜乐的时，我们要有你；在我们忧伤、气馁的时，我们更加要有你。因为通过气馁，通过忧伤，我们更加成长。甲体会上帝你的疼，甲阮做伙。当阮快乐欢喜的时，阮会感激你，献上阮的福乐，让阮知献给上帝你。无论是欢喜、快乐、是忧伤、是困苦的时，你拢用你的手保护阮，将阮放伫你的手中心，用你的手围围保护伫阮的四周围，阻挡一切苦难。也将欢喜就伫阮每一人的心，阮献上阮的福乐，献上阮的感谢，也将下载智慧交在伊上帝伊的手中，求上帝伊带领，互阮会当对你心中的牢固，也当牧师领受伊对顶边来的信息，阮安尼祈祷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。